看要倒下去。目前我们的分别送到杨梅的天成、中立立信以及宜仁医院，总共轻重伤总共有23位的一个民众。那其中火车的驾驶是呈现欧卡的一个状态，另外一个民众受伤的程度稍微严重之外，其他都是轻伤的一个状态，目前也都分别就医当中。记者先生。谢主播，目前现场最新的状况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伤者呢是被放上担架抬出来，因为这些人呢伤势真的是护人员用背的。另外呢，也有些伤患呢是痛的坐在地上，根本说不出话来，还用手，因为呢这撞击力道真的很大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医护人员哦还坐在地上呢，是上真的是说不出话来。另外呢，也有老先生用轮椅被推出这个车祸事故的现场，我们也看到哦很多的伤者呢，其实大家呢都很痛哦，走路都一跛一跛的，这些都是伤患比较。对啦，搞下了。哦，我这转的，将这里转的，对椅啊，这样挂落来，转到那个头壳，啊，这样弄着头前椅啊。问一下。